列王记下二章六到十二节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二人一同前，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，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。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，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，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第九节，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”感谢赞美神，也愿来感动我们。以利亚说：“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”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，就呼叫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战马兵啊！”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读经到这里，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讲道，谢谢。今天带队以牧师讲道理，你听我。好，我有机会能够再倒来爱慕教会，这不是恁的教会，也是我的教会，真正欢喜搁在看见教会的这个所在。伊是以色列的先知，伊活在主前第九世纪。所以离开这个时阵，已经有两三千年了。伊的名字，甲伊的师父，真正上君就正差一字了尔。伊的名字的意思是讲上帝，是我的拯救。啊，伊的师父的名字的意思是讲耶和华是上帝。耶稣叫做伊利亚，阿姨叫做伊利沙。啊，我今仔日要跟咱三个想，这一个人伊利沙，伊的生平甲伊的特别的所在，啊，我分做四点来说明。头一点，甲伊的献身有关系。献身属主啊，毫无保留啊！献身属主，毫无保留啊！伊利亚要离开世间，上帝只是讲，你就找一个人来续接你的位置。爱讲这个人是伊利沙，啊，伊利亚就去找伊利沙。伊利亚到底伊利沙的所在时阵啊，伊利沙真无闲啊，伊拄好在咧累残啊，啊别人累残是一只牛一个累啊，伊是十二对牛啊，可见讲伊是一个真正富足做产人家庭的出身，啊可见讲伊的产地非常的广大。阿伊利亚将伊外甥给拖在伊身上，意思是讲，
上帝要叫你撒接我做以色列的先知。这个伊丽莎无提示啊，但是伊有一个请求，伊讲我有一个要求啊。伊讲你给我倒去甲阮爸爸妈妈撒金嘴哦，啊，甲伊讲拜拜。啊，伊倒去了，真是最正的代志。啊，伊倒去创什么？伊从这牛中间一只给抬落去。伊倒去做什么？将迄个内层的钢骨，应该是当作啥给烧？啊，用迄个内层的钢骨来煮迄个牛，啊，然后再请人吃饭。啊，后摆要怎样不再内层？啊，无雷。啊，牛至少还减一只。伊丽莎是咧创啥物？伊丽莎是讲上帝嘛叫我做工作，我要听上帝的话。啊，当上帝叫我做的时阵啊，我即时遵命，即时服从，就是圣经讲，当伊看到伊丽莎了，哎，走去甲伊丽莎讲，你给我这个请求，啊，答应我这个请求。啊！我去甲爸爸三思了，我就带你去。我要做上帝工，我要服从上帝命令。伊绝对毋是一个拖拖挂水、咬断丝啊，对着人伫迄款的。伊若知影什么是上帝的意思啊，一切拢总放落。无一项保留，啊，无阁想讲以后我若做袂好势，我要去再倒来内残。有人讲伊的奉献甲马太真正相像款啊，马太是一个细弟，可以有机会赚真侪钱。啊，总是当主要所呼召伊的时阵啊，马太放落一切的物件。啊，马太若是执着，我甲伊讲，伊无机会通去倒去做以前的头路，无咯。伊的放落，甲迄家里的土地人无真相款。这家里的土地人，也是看到放落因的渔船，放落因的渔具，放落因的网。啊，总是若有一日，军队最后所若未成功，伊就再搁倒去掠伊，啊，落尾就是搁倒去掠伊。但是伊丽莎毋是即款，等伊一切放落了，伊讲我无搁再回头咯。我就一个方向，就是用头前。啊，我要讨上帝的欢喜，我要做上帝爱我做的工作。啊、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放弃，It's a great renunciation， 很大的放弃，将一切观念，那像我们刚才第一话说的，将一切观念拢总放下，这个应该是伊丽莎成功的一个秘诀甲原因，因为有放弃，啊，所以有成就啊。Because he has renunciation and he has achievement， 唔是每一个伟大的成就啊，而是每一个伟大的放弃，拢总带来伟大的成就。Not every great。Renunciation brings about great achievement， 但是无一个伟大的成就在后面，还是头前啊，无一个伟大的奉献。But there can be no great achievement without great renunciation。啊，这个是伊丽莎的一个优点，也是值得咱学习。
的头前两点，我讲第四点。第四点关于伊丽莎的代志啊，伊军底伊的师傅啊，用心代志。军底伊的师傅用心代志。啊，伊得着伊的师傅了，伊定啊得着伊的师傅的后面，成做伊的师傅的随从，成做伊的师傅的学生，听伊师傅的指导的。按耶稣学耶稣好的那模样，伊虽然是服侍上帝，啊，总是等咱服侍上帝的时阵，有时阵也服侍人；啊，等咱听上帝的话的时阵，有时也得听人讲话。这两项物件无法通完全分开，啊，上帝借着人。来带咱，啊，咱听上帝，哦，上帝引带，啊，总是咱来欠人人的引带。啊，这些引带的人啊，非常的开放，非常的谦卑，因为伊知影讲啊，伊也欠人上帝的引带，啊，伊就听上帝的声音，啊，有时阵啊，就听人的声音。我想这是伊利亚跟伊丽莎的关系。到底伊丽莎对伊利亚多久，还是罗贝两个人分开了？罗贝两个人要分手，圣经无讲，所以咱唔知影到底伊对这伊利亚对多久。啊，到底那几年是在创啥？敢若前日主耶稣三十岁，伊迄三十年中间在创啥？就讲十二个，咱知影讲有迄个圣殿代志，咱毋知影圣经无讲。总是猜大概应该有六七年久，还是七八年久的时间。伊丽莎问底伊丽亚，虽然圣经无甲咱讲啥物物件。啊！伫迄几年的中间，非常的谦卑，非常的顺服。啊，咱拢拢知影，伊有头有尾，伊军队到底，啊，伊短短进，短短安的时阵，就是耶稣要离开迄个时阵。啊，伊是啥？有小可甲伊这个徒弟。甲这个学生讲，我要甲你离开咯，上帝要调我去咯。啊，有小可甲讲一个所在啦，啊，总是讲无真清楚，啊，唔但讲无真清楚，讲了一摆换至少换三摆，换三个无相款的所在，大先去别地里，落尾去亚利哥，啊，到落尾来到约旦河边。我想你若做伊丽莎，我你讲唔对咯，又咪讲啊，你又咪讲啊。伊丽莎强强要对住个神子，伊讲耶稣该讲你停咯，点啥咯？你唔通再对我去咯？伊讲我指着永生的上帝救抓，我的确无离开你。啊，伊若行一步，伊就对一步。啊，来到这约旦河边，伊看到耶稣，搁在行这个新了，啊，这应该是伊的啦，最后这个新。伊的啊，创什么？伊的啊，从那个华山去。用这外衫拍水，水从分开。啊，伊遐对迄约旦河，敢若在行大队，伫遐经过。啊，伊衫是在后面，在后面过迄个约旦河。啊，咱知影，伊遐离开世间的方法，甲咱真无相像。
光烈啊风、旋风将伊指引，啊有火车、有火马，啊是战马，将伊两个人分开。到迄个时阵，两个人才分开。第三，常常在历史的后面呢，唔放就是唔放。啊，总是恁人想讲吼，这个本地人是这戆戆无头脑的人。我跟你讲，伊个人绝对不是这款，有的人是戆戆的。伊本地的事啊，总是依然有家己的想法，依然有伊家己的心智。耶稣哦，看在后面就是地叫伊停，你拜我停，伊唔停就是唔停。耶稣讲好了，啊，你到底你要要求我从什么？你话讲，我照照顾你。啊，这时阵伊是啥公司？愿迄个感动你的灵。加倍临到我的身上， Let the spirit that is upon you be twice on me。 这是以撒的要求。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用心待己的人。但这话有无相关的解释？为什么咱两辈？有一个解释是讲，因古早时的习惯哦，那大囝要承受迄个家哦，是上辈，是遐小弟上辈。啊，有人讲这个上辈哦，无拄拄是咱所讲的讲。讲 double portion two times， 有诶讲，迄个原文内面的意思哦，是四分之三。总是无论你是上辈也好，无论你是四分之三也好，我感觉讲这个要求哦，拢都是一个真正特别的要求。啊，有两方面，我感觉这个要求真正特别。头一方面呢，伊要求的内容啊，非常的单纯。耶稣父解讲，你要求什么物件？啊，我若有可能，我给你。伊无求钱，伊无求名，啊，无求什么？伊讲，迄、那个伫你心上，迄、那个灵哦，灵脉伫我的心上。伊要买，毋是看会见的物件，毋是物质的物件，毋是世间的名利。第二项，这要求非常的特别，标准真正高，标准真正高。耶稣这两辈真是两辈哦，我想咱别人哦，现在唔敢求遐多咯，无一半都好，无十分之都好。我最近在看一寡这出名的牧师，因的声明。我看了家己，以前感觉真无路用啊！哇，因为教会是几千个人，讲道理，礼拜堂挂挂，我家己是，感情会做什么咩？我天平你啊，我十分之都好，百分之都好，连十分之百分之我都无。但是这个伊丽莎，伊讲我要上帝。这是一个真高的要求啊，所以我讲，这个人是有雄心大志。啊，耶稣去了咯，啊，伊就倒去咯，啊，倒去就不再建立约旦河咯，不再建立约旦河，不再建立约旦河，伊从耶山腾起来。给耶稣舒服那件衫，穿那件衫，伊又搁在拍火啊！伊讲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伫倒落啊！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伫倒落啊！
上帝你好啦，还最后再回归，还一个在讲讲大队跟耶稣完全相反啊！啊，求诶上帝看到你的圣经，伊讲哇哦，伊讲伊了爱上帝的灵哦，真是临到伊丽莎的身上啦。所以变成一套真心的，成就的是耶稣的罗马的信仰。这是第二个特别的所在，以军队耶稣有好用心来治。第三点，第三点，以独特的气质啊，尽情发挥。独特的气质，尽情发挥。伊甲耶稣哦，有一寡无相款的所在啦。因两个人爱出现，其实也真无相款啦。伊遐个背景，咱唔知啦。忽然间，伊阵人圣经出来，伊老爸什么老母什么人，伊个家庭情，圣经无讲啊。啊，总是伊丽莎出现的时阵哦，咱知影真清楚，伊在内产人多在讲了。啊，并且是一个了好家，会做产人的家庭。第一无相像是真个人的个性。伊丽莎、伊丽亚踮伫旷野，无固定的当初。伊丽莎无固定的当初。伊丽亚是一个禁欲、是一个苦行的人。He's an ascetic， 这项也袂济，这项也无咩。伊丽莎教家教民，伊丽莎欠在穿皮的衫，欠在束皮的带，亲像这细小的约翰。啊，这伊丽莎穿甲清清纯纯，根衫不袂挂。伊丽莎非常的严肃严厉，啊，总是伊丽莎和蔼可亲。伊丽莎敢若亲像热火，啊，你会记伊求火对个祭坛顶面将个祭物烧去。啊，这伊丽莎温柔敢若亲像水一来一去。伊丽莎这辈人，啊，这伊丽莎鼓励。安慰人，伊丽莎敢若像女的囝，雅各、约翰，啊，这个伊丽莎敢若亲像爸，那爸安慰的囝，一个较亲像马太，一个较亲像玛利亚，真无相像哦。啊，总是我甲你讲，上帝，无论哪个人。真无相像，啊！上帝欠人无相像个性啦，三个配合，三个合作，三个做法，啊！我跟你学，你跟我学，啊！上帝两款人拢总通利用，两款人拢总需要。照我就讲一项哦，关于伊丽莎甲伊丽莎的无相关所在，你知影这两个人甲国王的关系也是无相像。这个伊丽莎真少去找国王，啊，若找国王啊，正好是见个骂国王，啊，甲讲惨了，特别无落雨，你做甚物唔对了？这伊丽莎吼，甲国王较上好，甲国王较上好，啊，常常甲国王合作。啊，到甲伊化妆真重的时阵，连国王都来看着，你知影？去甲安慰一下，去甲探访一下。好啦，我要讲第四点，我最后一点。
我搁再分析一下哈。头一点，这两个人献身属主毫无保留。第二项，这两个人军队事务，也是讲这伊丽莎军队事务用心代志。啊，第三项啊，独特的气质，尽情发挥。我要讲第四点，第四点，鞠躬尽瘁，恕人无义。伊丽莎行真侪信仰，有一寡信仰甲个人有关系。迄个水袂啉嘞，伊讲伊个冲盐，迄个水就会啉。有一寡信仰咱真正熟。有一个官府人要给讨钱，欠债，伊讲我无钱通还。来找伊丽莎，伊丽莎讲你厝内有啥物物件？伊讲存一罐油啦，尔。啊，伊丽莎讲不要紧，你去借，借鞋啊，借，各款的器皿。鞋仔、桶仔，逐项借，尽量借。啊，这看有者借来了，一般有者倒落去。哇，鞋仔也甜，桶也甜，逐项堆甲甜。啊，落尾都无味干，堆了无味，哪个堆了？一般有者停。刚才咱来记哩，伊丽莎一个新家，一个思念福建人。会惊死，来找伊丽莎。啊，伊丽莎真正趣味哦，将伊身躯拍伫这少年人的身上，目睭对目睭，嘴对嘴，手对手。啊，然后再爬起来行者，搁再去拍你的身躯。啊，这少年人的身躯哦，这温度慢慢上升，啊，最后这少年人。用二十个饼，我一百人吃百个不错。伊也捌互一个鞋仔内面咧煮的物件，本来有汤，叫伊去淡薄米粉落去，这物件全变成做无汤。啊，佫一个故事咱讲较熟，有一个叙利亚的将军，名叫做乃曼海德，有无？你叫伊去福建河水啊，起初伊受气啊，讲阮的河比你搁较水。啊，总是落尾啊，乖乖水，伊态度怎啊？在隆重之礼啊，所行的神迹，在甲个人有关系，以后一寡神迹甲政治有关系。伊帮助伊的国家打赢这个摩押的人，伊帮助这个伊的国王。将这阿兰人给打败，伊做了这代志，行了这信仰，无一项是为着家己，拢总是为着别人。啊，唔单为着别人了啦，伊做这好的代志，行这信仰，甚至唔是为着爱国，啊，无是为着什么？为着上帝，为着要上帝得到荣耀。啊！伊面对这个情形，伊个国家，伊遐个同乡，伊遐个同胞，迷信拜偶像啊，吃着这个偶，吃着这个神迹，伊毋茫叫醒伊这个同胞，互因离开这个拜偶像的代志，倒来敬拜上帝。这是伊行神迹的目的，甲伊的目标，毋是只为了爱国个呀。伊将上帝刻伫国家的顶面，刻伫政治。到底
伊伫遐拢总惊伊个心了。看看你怎样算啦吼。有人算十四个，有人算十六个，啊，有人算二十几个。啊，我较保守啊，我无爱阁接十四个多。伊个啊，啊，是看你怎样算吼。啊，我较保守七个。所以一二行七个神殿，一二三行十四个神殿。到底一二三服侍上帝多久？做神的多久？大约四五十年。一二十年，十二年。各种代志哦，真正特别。有人形容一二三这人，讲是圣经中间哦。无计是无做唔到的先知，医疗做是唔到，其实医疗无做是唔到，都是伊个一件代志哦，予咱真正太印象。你会记哩？伊一摆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，有无？有即款的代志啊？无？哇哦！伫迄个山顶哦，遐尼啊伟大，看见火降落这段落来，啊，从个。遐先知、假先知，四百五十个个太太是哦，啊，这王后真正受气啊，先得放掉要对伊，放掉要将伊抬死啊！哇，伊伫啊迄个时阵，本来遐尼勇敢嘛，这时阵变成这直接行行放尿尿出，啊，赶紧走走，将伊马溜起伫伊个脚后面，敢若真是吓到，啊，走去到走去一个山个所在，一个树下。上帝啊，我要死了，我无路用，有无？你会记得这个故事无？黑心是指，这时阵才大发一心，这时阵黑心是指，我讲跟你讲话真相像。伊啥也无这款的记录，无。但是伊啥有啊？有一项代志哦，无人有淡薄意见。什么代志呢？伊丽莎无头毛，啊，几个囡仔，三四十个囡仔，看到这个无头毛的来了，伊讲迄个吞乳的来了，迄个吞乳的来了，无头毛的来了，啊，伊丽莎就祈祷，啊，两只献出来，将这囡仔给打伤，有无？圣经有这个故事无？有这个故事啊！啊，所以有人讲哦，安尼伊丽莎那是有问题，啊，歹性地，啊，这是囡仔尔尔，啊，总是有一寡在较解释性命啊，伊讲无一定是安尼哦，伊丽莎无一定是像咱讲无他们落了了。伊是为着做上帝工，要甲普通人有分别咯，伊个剪头剪短头毛啦。是不是啊？这我唔敢讲。啊，伊若讲遐唔是囡仔，伊若照许原文内面讲，伊遐哦是少年人啊，唔是一般完全未晓的囡仔。啊，说书那是因为这解释安尼有对吼，啊，咱含讲伊丽莎。伫这方面哦，刚才无像咱所想的，遐尔歹心哦，遐尔急性，遐尔扫兴的哦。伊丽莎，啊，落尾离开世间，啊，伊离开世间，甲伊也真无相像，伊也无看伊死。是更了方的字，那伊丽莎这样是画面，都会变成字变成那种的。啊，死啊，来埋葬。啊，伊神庙无够啊，前期圣经阁记载一个神庙。什么神庙呢？那摩押人来在拍以色列的时阵啊，有死人，伊将死人给献的。这个伊丽莎的坟墓的内面，那死人全部啊，
念死了嘛，又搁再好一个新的发生，这是伊丽莎。大概结束四点钟了。伊丽莎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，我想也懂，一个伟大的人。但是伊甲耶稣无比吼，你想倒一个伟大。伊利亚，还是伊丽莎？怕你再有神了吼，你若信心了，伊利亚若讲行七个，伊丽莎行十四个，就行较侪了吼。你若讲服侍主的时间哦，伊利亚十年，人伊五十年哦，伊也服侍较久。你若讲无虚心失志哦，伊利亚的心失志哦，伊丽莎用心无虚心失志。安尼看到敢若真，伊丽莎较个好哦，较伟大哦，总是人伊利亚哦。啊，是伟大的所在。古约的圣经到结束的时阵，罗马第二战哦，讲到伊利亚的名。新约圣经一拜一拜，搁再讲到伊利亚的名。西西约翰就是这个另外一个伊利亚的出现。啊，个咱国家会记得哦。主要说，伊个变形山的顶面看到什么？看到伊利亚，无了，我看到什么？看到伊利亚。当一个较伟大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问题就上帝知影。看到这个问题无真重要，啊，真爱甲人比哦，倒一个较伟大。现在就是上帝决定。总是有一项物件，啊，这个物件确实是伊丽莎的优点，什么优点呢？伊尊重上帝。尊重上帝，爱相信讲上帝会行神迹，啊，上帝所做的代志就是神迹。上帝通把不可能的代志变成最可能，爱相信上帝常常跟咱相隔之地，啊，所以上帝能力行在第一个所在，正好咱之处。啊，上帝同在，上帝能力。袂因为时间，袂因为空间改变啊！啊，上帝能力，上帝同在啊！袂会因为人事的改变，啊是缩小，啊是减少，这是伊丽莎，通教咱会艰苦啊，不长物件。伊丽莎用心代志，无看见。无看起伊家己，啊，所以伊才会甲伊个师父讲，我要求你唱，迄个伫你心上迄个名啊，加倍伫我个心上。上帝用你，啊，我也要上帝用。啊，我虽然我乱弱，我幼稚，我无路用，但是上帝也是欠命。我不想这也是你的心智，也是你的心态。说出你也是到这阵，啊，不犹豫，啊，不如相信上帝，亲像伊丽莎将你家己奉献了上帝。上帝欠命你，上帝请你，上帝要用你。啊，说出那有什么工作，上帝还要你做，难提示我。上帝，我给你。亲像你用以前的理想，参加祈祷吼。亲爱的，要让我们医疗的心智，我们啊，迄个伫医疗心中的灵。爱当加倍伫阮的心中，古早怎样，今仔日也是怎样。古早的发生的代志，今仔日发生，
因为上帝永远会改变早日、今仔日以及到永远，拢同是相关。请阮的祈祷，最后所祈祷的圣灵。